你告訴我，你到底對哪一個男的會有些興趣？他12至14歲而已，你想他怎樣得法啊？什麼意思啊？你當女朋友啊？他當女朋友是什麼啊？12歲喎，很難說，現在的小孩很恐怖。好，欢迎收睇《雨大个仔》。我发现咗啲好恐怖嘅事，就系原来依家00后拍拖咧，嘢嘢都讲钱嘅。你唔系00后啊？大家估下我系唔系？咁 Joyce 今日都会嚟同我一起去睇下我哋后一代青年人到底佢哋嘅交友条件系点样啊？系，有请 Joyce。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近日我的鄰居就搞屍棍神秘 PD， 他又 send 了 Facebook 的爆笑貼圖區給我看，那裡面的內容就是講緊00後交友到底要列什麼條件出來。我看完真的嚇親，他們原來要給家用的，現在拍拖我看到那個貼圖區裡面的後生仔女大概是10多歲而已，10多歲他們都未可以做工未可以定嗰啲叫咩合法嘅勞工啊，未能夠成為。咁依家順手講一講埋00後喺 IG 啊徵友嘅時候，佢哋會列自己啲咩條件出嚟，即係自己有啲咩佢哋會覺得係優點咧。我相信依家睇緊我嘅觀眾有好多年紀都係少嘅。你哋拍拖真係咁嘅咩？係咪真係要俾家用咧？到底同我一陣間講出嚟嘅內容相唔相符啊？你哋話翻俾我聽啊！佢入邊有男有女嘅，咁入邊啲男嘅講完之後咧，你話俾我聽，你到底對邊一個男嘅會有啲興趣？咁我話俾你聽，我對邊一個女嘅有啲興趣？雖然成件事好撚變態啊，即係入邊嗰啲13歲、14歲、15歲啊。第一個啦，我叫 Steven， 今年15歲，身高170cm， 係籃球隊隊員，最中意儲限量波鞋，希望揾12至14歲女朋友，長頭髮，最好拍過3次拖以下，唔一定要成日見面，每個月我可以俾1000蚊家用，有興趣就 DM 啦，1000蚊家用。佢錢係咪得你㗎？我唔知道，但係佢最中意儲限量版波鞋。最中意儲限量版波鞋係我嘅其中一個優點。即係 show off， 我係好多錢去買你啲波鞋。係咯，最好拍過3次拖以下，或者有啲難啦而家。12歲喎，好難講，依家啲細路好恐怖。好驚啲人留言話嚇，我9歲已經開初戀啦。好，第二名佳麗，唔係第二名男士啊，唔係佳麗。我叫子軒，今年16歲，係學校排球隊嘅隊員，平時中意做運動上 YouTube。咩叫做運動上 YouTube？ 應該係做運動同埋上 YouTube。即係睇嗰啲健身嗰啲片，一路睇一路做嗰啲。OK， 之前拍過2次拖，想揾一個平易近人、小鳥依人，可以隨時。出得閒的女朋友，出得閒，出得街啊？得閒，定係得閒啊？街又得閒嘅女朋友。我每個月零用錢不多，家用可以俾到500蚊。佢零用錢不多，但可以俾到500。500啊？呢個唔係問題，個問題就係呢樣嘢已經成為咗一個必要嘅條件啊！即係我零用錢不多噶，但可以俾到500啊！即係你都徵友預咗俾錢啊！過金買女友，佢咁講，唔係即係我咁講。另外希望女朋友唔好太斯文，又唔好太正經，有興趣 DM 啦。好難喎，500蚊要做到呢個條件。500蚊要唔好太斯文，唔好太正經，咩意思啊？你當女朋友啦？咁你當女朋友係咩啊？收錢斯文咁樣，你當啲女朋友係？呢個係人哋嗰啲 comment， 佢 comment 話500蚊出手太低啦。斯文正經，佢係咪想打可以隨時中出得閒嘅女朋友啊？隨時出係咩意思？可能佢指佢自己隨時出。一件唔斯文唔正經嘅豬扒得唔得啊？睇嚟佢有興趣應徵喎。你諗下，其實成件事好唔 make sense 咯，又要小鳥依人，又要平易近人，但係唔好太斯文。呢位子軒你想點？你又要小鳥依人，但又要唔好斯文。好，下一個要有個多重人格嘅人。係咯，好恐怖。500蚊做唔做？做唔做？500蚊做唔做？子軒 out。第三個，你好，我叫 Kyle， 呢個老啲啦，今年19歲，而家做緊 sales cut 狐女裝衫。之前拍過3次拖，每一次都係另一半有外遇分手。好可憐。希望找13至16歲的女朋友，最好是讀緊書，因為我未必有咁多時。13至16唔讀緊書做緊咩啊？可能 Kyle 佢好耐冇讀書，所以先咁講。因為我未必有咁多時間可以陪佢噶。性格方面，希望比較就人，可以食煙，可以 MK， 每個月家用最多可以俾3000。我都心喐啊 ！Kyle 幾？啊、有心啊，有心啊！再加其他嘅小禮物，希望揾到一個專一噶啦。咁我 caption 就係筍盤喎，每個月3000家用，仲有其他小禮物。
乜依家十三至十六岁嘅女仔咁花心嘅，搞到佢成日戴绿帽。十九岁已经三次啦喎。佢十九岁去揾一个十三岁嘅女朋友，呢、這个 make sense？ 哇！楼下第一个留言已经系俾家用啦，屌你！佢踢自己男朋友，可以食烟，可以 MK， 咩叫做可以 MK 咧？即系你可以 MK 啦，我哋 MK 嚟睇下。喂，你食烟啊？喂，你 MK 啊？你明唔明啊？佢咪讲紧个外表啊？我都唔知道啊。其实 MK 系咩啊？系个性格啊，系个外表啊，系个人嘅态度啊。系咯，就系佢冇指明咯、啊。MK 是什麼？我 feel 啲觀眾會留言，會指住我。佢講到明啊，時間唔多啊嘛，陪唔到啊嘛。佢又要陪女朋友唔到，但又要女朋友唔好咁花心。即係只要個女仔做都唔花心，咁就可以每個月有三千蚊。係咯，仲可以食煙同 MK。係啊，啲人都留言啊，呢個有前途。嗯，加油 ，OK。下一个细翻啲啊，我叫 Patrick， 今年十六岁，平时中意做运动，系学校篮球队队员，大家都好中意将自己校队嘅嘢摆出嚟啊。搵十二至十四岁嘅女朋友，唔要乖乖女。之前试过女人太乖，乜都唔得。希望你有专一，可以出街。希望你有专一，希望你有专一，但系佢又要去乖喎。希望你有專一可以出街，是不要他乖的，他不要他乖但是要他專一，是的，都尚算成立的，明明地可以 MK 可以吃煙、啊、這個又是、啊、又是了。我本身哇這個爆，我本身很喜歡買東西，女朋友不要太省，每個月可以買小禮物，再加兩千元家用，有興趣 PM， 應該就是我 exactly 這個語氣，再加兩千元家用、okay. 有興趣 PM、啊、但是個問題就是第一件事啦，你又要唔好太慳，但你家用又唔夠啊！係咯，頭先都係咁嘅。我話如果我可能冇聽過 Kyle 嘅，佢如果用咗咁型嘅語氣講出嚟，佢就唔講 Kyle 咯。係啊，但係你 Kyle 多千啊，大佬，你依家改態都係太廢。唔係 ，Patrick，Kyle 有小禮物再加得一千喎，佢有小禮物大得二千喎。係啊，其實佢兩個都幾似啊。都似嘅，又可以 MK 又可以食煙，但係個問題嚟啦，唔要乖乖女啊嘛，之前試過女人太乖乜都唔得，佢十二至十四歲喎，你想佢點樣得法啊？好，下一個又係男仔嚟嘅嚇，我叫做阿 Jo， 今年十六歲，學校足球隊隊員，全部都校隊嚟喎，唔係校隊唔俾精油喎，睇嚟中意睇英超西甲，另外有儲限量潮流嘢嘅習慣，限量潮流嘢，嗯。好幼稚啊！呢句嘢已經係啊，我係咪可以即係遲啲，譬如嗰啲咩，譬如嗰啲可樂出限量版汽水，我儲咗佢，我都可以咁打。我中意儲呢個潮流限量嘢。想揾十二至十四歲女朋友，可以 MK， 可飲酒解。咩叫飲酒解啊？戒肥，即係唔要肥嘅，定係可以戒肥啊？佢講咩啊？我唔知道啊，戒肥出到街。即系唔系有冇殘疾啊？出到街出唔到街？其他冇乜特別要求啦。每個月家用可以千五蚊。好咩係飲酒解啊？你哋可唔可以話翻我知？係咪潮語？係咪我已經老啊？係咪？十二至十四歲可飲酒。係咯，乜依家啲女仔十二十四就係咁飲噶啦咩？嗱，依家網上邊啊，我唔識你，你又識得我啫。但係你認真咁樣老實留個言啊！如果你係十二至十四歲嘅女仔，你話俾我聽，你係唔係會成日食煙飲酒？我純粹做個意見調查嘅啫，唔會話翻俾你媽媽知嘅。咦，女仔得三個啫，最後三名啊，真係佳麗啦！依家交俾你。喂，咁男子組啊，就到呢度先啦，下集就到女子組出場啦。到底佢哋會有啲咩條件咧？我哋最後又會點揀咧？記得訂閱定依依大個仔啊，逢星期一同埋星期四出片。我哋下條片再見。啊，唔係喎，等等先。阿 Joyce 仲有少嘢想同大家講。各位小朋友，如果你哋咧係真係啲咁樣嘅人咧，我就勸你哋，與其將爹哋媽咪俾你哋嘅零用錢俾女朋友咧，我覺得不如你儲起佢。佢留翻你第时将来系一定有用噶，所以千祈唔好而家嘥咗咁多钱去养一个女朋友。仲养几多个啊？我唔知佢哋喎。系啦，That's not my point 啊。系咁啊，佢个人咧系好鬼死严肃噶。咩严肃？我唔系严肃，我系严谨。严肃同严谨系两回事嚟。拜拜。喂呀，我未讲完啊！大家如果你哋嫌钱多嘅，唔好。俾曬啲錢女朋友，你哋貨金搞屎咁，或者貨金蜘蛛大個仔。哇，我覺得好好，係啊。佢其實就唔係話好嚴肅嘅啫，係嚴謹咗少少啦。咁但係就講啲嘢都啱嘅。好啦，再見，拜拜。